黄子佼突发长文酿复出，小燕姐喊廖仲化痛哭真实心声。黄子佼日前卷性骚风波，他随后自曝三段毁灭性影片并经传送医，还卷入官司，外界不舍其爱妻孟耿如独自坚强面对。沉寂近一个月后，黄子佼19日打破沉默，发布20000多字长文致歉，剖析当时的心态以及状况。对此恩师小燕姐也回应了。黄子佼是隔一个月突然发文吐煎熬心声，小燕姐被问到有什么还要鼓励黄子佼的话，以及黄子佼是否借此表示近期就会复工，小燕姐喊廖仲化说，没有原谅，没有能力，没有准备，更何况没有工作，谢谢关心，显见爱之深责之切的痛心。而孟耿如为了黄子佼全面停工，小燕姐之前才低调去参观孟耿如的个展。对于先前黄子佼曾透过知名制作人陈振川代发声明回应针对准备被北检传唤一事，陈振川当时也表示是受小燕姐之托才帮忙找律师处理，可想而知小燕姐这阵子的劳心劳力。有些事情几十年来都没对任何人提起，有些影片没说的其他事，我则是后来才补充释放给太太，才得以消化。那个临界点一到，我再也无法割着伤疤置之不理。有些故事不是我亲身经历，而是不小心得知的，有些故事是年少轻狂恋爱时的相关片段，任何人都可能遇到的。时至今日，我在此也要郑重对当天影片内所提到的人事物说一声抱歉，对不起。如同吴若权老师解读的，玉石俱焚，不用原谅我，都是我的错。您是不是在骂我傻、何苦、小气？请各位想象一下，对6月19的我而言，被看穿了过去暗黑的一部分，身心灵万念俱灰，我真的什么都可以不要了，因此肆无忌惮把这些影响过我的大小事说出，日日夜夜，一点一滴，种种人间的故事，都造就了每个人对于两性关系、感情处理、做事风范等等观点。于是，我的很多病态思维，陆陆续续从吸收各种异样文化与自身不安、不满、不甘中缴获出来，一步错，步步错。有怨念，之前干嘛不说？我本来就不是大炮型名人，而且多年来很快乐、很积极、很用力地在经营自己的人生，储备能量后还可在能力所及下帮助别人，这些已然花去我太多的精力和思路，因此身边的负面教材就被掩埋在深处，不需要、不费神、不流传、不散播，也乐得轻松，爱与和平不必等待什么时机。我常常梦回80年代，那时的我已经历了一些颠簸，不论来自校园和家庭，当年没有社群，周围的闲话、耳闻、传说、不满多半是在客厅、在教室、在餐厅，甚至是在私密日记本，把过程交代发泄完毕，然后就藏起来了，无法也不需散播发酵，没有什么好时机。藏起来并非遗忘，但至少能相安无事，再持续充实地往前走。网络发达至今，时代不一样，现在鼓励说、公开说、勇敢说，不用八卦媒体帮忙报，随时可自己说，什么都可以说，多自由的年代。但我用社群时还是倾向仅交流某些话题，其他的我继续藏。所以那天的我心里最直接的念头就是，反正下午以后我不在了，大可什么都不在乎了，什么面子里子都不要了，做个交代抱怨，我的灵魂才能放下吧。这是冲动吗？还是过去的黄子佼与现在的黄子佼重逢变奏和解，撑了好多年就任性一次，一了百了。如果依然没完没了，我也看不到。看到这里，先温馨提醒您，不必认同我一切表白，但请给我说故事的空间，谢谢您。在过去几年，很多人都曾说过我个性不错， EQ 高，主持或媒体回应很得体。可是很抱歉，在6月19那天，我被撕开了多年前的一种样貌，深藏已久的阴暗面。于是影片里的我也果断地试图撕开脑中其他伤疤，完全忘了爱与被爱。常在演讲的时候说，如果不喜欢人家上网骂你，为什么你要上网比战？为什么要做自己讨厌的那种事，变成你不喜欢的那种人？几十年来的我，面对各种挑衅，
无论是一封分手信或公开嘴炮，我都选择默然飘过，翻翻白眼即可。短兵相接从不是我的选项，但我必须很遗憾地说，劝世口号说来容易，当那一天我走进临界点， EQ 荡然无存，那是一个很难叙述的心理状态，我自己也不喜欢那样的自己。重点是我什么都不要了。我猜有些人经历过这种临界点，也有些人到现在依旧无法理解我在说什么。对不起，耿如，我只能用捡来的余生好好弥补我美丽、善良、勇敢、善解人意又无敌坚强的妻子。这是我上辈子修来的，这辈子我也要好好修，学习他，跟随他，多用高我判断事情。但6月19那天，我真的什么都不要了。我一心决意，我没资格拥有爱与其他，只能以消失来谢罪。后来我跟老婆说，我当然懂孩子还小以及你的爱，但那天我想的是，孩子现在记忆不多，可重来，你也年轻，能重来，而我重来很难，像20几年前野心勃勃奋发图强。况且我好不容易爬起来，变近10年的黄子佼 2.0 了，未来我没那个脸与力气，爬不动了，年纪大了，还有几个20年，这一摔我自认起不来了。什么都不要总比什么都要不到好吧。自小看民生报开始观察影剧生态，深知历史不断复制贴上，名人享受掌声也必须接受嘘声，光环带来名利，如不珍惜及时收回，观众不是健忘，仅是选择性淡忘，记得你的好，但同步记住你的错，原谅你的错，但未必收下你的好。起不来了，老婆念了我，也抚慰我，谢谢你无私的忍耐。我就算依然有以上类似想法，还不是出现可怖的坏念头，但为了你和孩子，我似乎要坚强。遇到耿如的近10年来，不知道他给了我什么力量，删除了我很多要不得的劣根性。于公于私不可能完美无瑕，沿路一定也还有脾气破表，但我整个人应该有不断进化，做中学，错中学，做人处事更良善，都造成板块移动了吧。所以有些人此刻才愿意给我机会，给我爱，再次谢谢你。明天是他的生日，真的永生难忘了。我真的太对不起他，除了影响他对外的发声，对内也无法完整照顾好彼此，所以今天除了是重生满1个月，还是他生日前夕，我一定要再次稳稳地出现，生日快乐。未来许诺打造更好的老公玉米爸，是我现在仅能给你的礼物。缓慢阅览的所有讯息、手写卡片、私信截图、粉丝群组发言，不瞒各位，我是看一次就哭一次。返家的前几天还不稳定，老婆甚至才开口提到某些名字，我就会立刻喷泪。我深深对不起他们，我好在意珍惜他们，而我竟让他们蒙羞。我羞愧到无以复加，只能哭喊。一个合作过的公益团体玩具图书馆寄来的一叠志工手写卡片，更让我自惭形秽的泪崩。说真的，不需要再理我的，被无视、被封锁、被解聘是我应得的。很多人也掏心挖肺地告诉我各自所经历的苦与他们的怨怼、无奈，以及该如何去解决、宣泄的谏言。你们辛苦了，每个人应该都有秘密吧，有些人苦无释放的出口。亲爱的朋友，相信老天有眼，我就是活生生的案例，老天终将要我面对赎罪，但我选择谢罪离开，老天却又安排天使来救赎我，并要我直视灾情，不得其解。